家好，我今天借小戏，这样的会讲简单有灵的家伙，这是可爱吧？好，这些会讲简单的家伙，所以大家一定马上玩简答，好吧？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准备万圣节。好，大家请看一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队长，打开桌上、桌下的。沿完中央线夹，这样吧，这个角落完。下夹超过这个片，就有一样的地方夹，好这样的，看得懂吗？好，下次这个角落往中央夹，下次从这里到大部分在这里夹的。这样的，一半夹，左右一样的，所以这样的，看到哪个地方夹，即换一张再夹，好，所以这左右一样的 size，很棒。下次这个上的部分往下夹，再一次这个部分你喜欢的 size 就可以的。这样的，下次左右角落一点点下的下夹的。这样的，最后上到角落，这样夹，下次，再一次下到，翻过来，在家里，他写他的脸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大家完成了吗？快到万圣节了，所以我们一起准备吧。好，如果这个影片你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打赞。你们给我加油的心情，让我好好介绍这句佳话。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また見てね，再见。